感謝主席吼，咱市長、咱市府各部門吼，大家好早。今仔日是是我总部的时间吼。迄个市長，你透早来时有去看着排队无？我应该有吧？有。已经排十外日来，这十外日来吼，迄采购快餐拢在排队。迄位排队排到，你家己坐落去个，你好听。你家有诶排到迄个时间到，不见无？伊在限定78，啊有诶人是摕78接包卡。你敢买排过啊？我重点你敢买排过啊？好无？啊！你咧上街诶时阵讲民众是头家，啊！你叫民众去排队，好嘛？干嘛？你把同理心一下，我觉得你有能力去做的嘛？诶，咱是台，咱是营业市咧。那不是新加坡，那是新加坡呢。那如果中央目前那现在的方式与病共存，你可是不要你打个电了。啊，咱起码要自救呢。我们有能力，我们可以自己做。我们会跟中央要求更多。什么快餐国家队啊？啊，进前我们那个一个口罩，本钱只一块，卖到八块，卖到九块。来，疫苗买一百吨。什么快餐？摆安呢？疫苗变变无人做啊！哈，无人去做。摆安呢？迄个会空啊！你即马，恁即马，恁 你们的执政之下，你看咱台南市啦，你家己敢有反省者？遐拢是你头家呢？你咧选举时，你毋讲叫你头家？是啊。哈、啊，你够同理心啊！我即马要唔看你同理心无？咱会当去超前部署，会当去做。来了，卫生局长，你报出来报告大细听，讲你进口24,500剂的快筛，啊，过后来又追加了50万剂哦，嘛，多少万剂嘛吼，50万剂的那个快筛剂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在原本的吼，迄20万，因为即摆中央政策，25,000啊，400块要给你啊，你。过年一一位时阵，村内20万遐，因交货交不到一半，与中央征收的关系。24,500，不要再一个50万嘞。对，50万，要不然即摆厂商搞很惨的是，因为中央征收。我先报出来，报个大细片，讲你59块，对不对？50块时阵45,000，而且一月时无买，想买先买啊。一月的时候啦。所以一月没有人买。一月那时候。一月我们买了一块三。迄阵我嘛买，我家己我嘛买300几块啊。啊，迄个时阵一个快餐是爱几落百块啦，民间的嘛买嘛足歹买啦。去便宜快餐是一道爱3,500块啦，对不对？台湾各地便宜快餐，长期台湾的快餐拢是欠欠货的啦，都不是普遍化啦。外国你看有快餐还够免钱的啊，很多的国家，不对吗？阿姨，派快餐跟 PCR 不一样。对了，快筛不一样，可是快筛当时很多的国家都不需要钱的嘛，起码嘛是安尼啊。啊，哥哥，咱起码一记篮球啊，我要去摆渡，去咱台湾市政府买是59块，起码去摆渡的迄一件还是100块。台湾报告吼，那59块是公约，迄个嘛无啊。啊，有合理无？公约嘛，合理吗？东西也不一样啦，中央那个100块的是螺丝的，螺丝的成本我们买都超过这个价钱了，螺丝都没有在公约里面，不一样的。我才刚说，咱来卖面浆嘛，你买单用你的客哦，敢买买，敢来卖面浆嘛，不要紧啊，只要突破你们的关系，我们还可以。我以为我来接不起盈利机关那个单。你出这是盈利机关，我嘛会当来送一寡假收货。有啊，假收货快筛免钱。假收货快筛免得省钱嘛。有啊，我有筛检站的问题。买倒退啦！啊，接受的话，以后感觉迄个有问题吼，无啥爽快去快筛，咱医疗人员直接介入。你去倒位啦？啊，有三个所在：双博医疗中心、含迄个新化的体育公园、各仪器医院，已经两礼拜，我已经做两礼拜。艰苦人无代表是接受就好啊，艰苦人做侪嘛，毋是接受就好啊。哦，我即摆咧讲，我讲只
要是他的收入不是很多，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台湾市政府买的来转送给他，也可以啊。这个跟你说这居简的居家管理的，不可能有所有啊。居家管理的，我再挂点你看，你准备一百吨，你来进前给咱超前部署，你过去你嘛讲，咱台湾。那防疫是做了上盖好，叫全世界甲咱学。啊，即摆呢？即摆对会起咱的民众吗？你看，咱的副总统大先生，在洪都拉斯1500万的预算的快筛，这个叫人道。那个是医院，是不是先生？这个叫人道救援呐。啊，我请问啊，医院我的快筛就缺乏这个，缺乏快筛啊嘛？不是，医院的时候我们快筛是很多嘛？你听我，人道救援啊，这个人道救援啊，啊你认为的？你认为是人道救援吗？咱台湾如果是人道救援，是因为我们的东西很多，超越我们自己可以使用的，才可以去。援助我们的邻国嘛？对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我跟你原报告，这个有时间差。时间差，就是说我们刚口罩没有口罩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卖，不会送给其他国家。我们口罩多了就可以送给他。快筛是我们没有快筛的时候，我们现在也不会送。那、啊、但是我们快筛有余裕的时候，那种时候才去做人道。我你讲的拢对啦。啊，但是时间是就对啦。一个是明朝，一个是清朝。你现在讲的是对什么？明朝跟清朝？一个是医院，那就是你哎，你的意思讲？咱今嘛，那起码跟着自主应变，中央已经把你的、把所有全国民众讲啊，恁拢大家拢会对啦，十个会对，六个、七个啦。民众要自救嘛，无才调呢。政府佮甲你讲啊，讲恁拢会对啦，恁拢会对啦。议员报告估计推估大概是10%到15%的人口会对。什么15%？10%到15%的人口会确诊。说60%吧。10%到15%。10%就是230万，15%就是350万，这合理吗？较早讲，较早吼，你看，你看拿美国那个什么报，因为新加坡是30%，那个什么报，说我们台湾吼，对于我们新冠状病毒的这个口号吼，循规太过臭屁了，臭大了，安尼边啊，过去。大家跟我讲，超前部署，啊，即摆自主应变。我即摆咧甲你讲，你是台南市的大家长，是中央，伊讲啊，恁个要办公室里嘛。咱你是不大台南市的大家长，但咱爱需要自救吧？需要，不需要自救。有。啊，恁家己叫家己的事。啊，就加进口花，加进口快筛来准备应付咱的。对嘛？啊，你。一进的，他都进的24万公啊。啊，这个，那今麦就是现在居格的啦。24万公，啊，搁一个50万，我即摆问我你，你一个24万公，还是一个50万的？啊，这个，啊，50万的。我老板陆续交货，24万公嘛。都无嘛。讲到洋洋洒洒。讲到洋洋洒洒，咱大刚，大刚的钱。24万公，咱的台湾人吼，因为恁。现在去竞价吼，只要是自己说，自己认为对，民众的艰苦也无甲当作是回事。哦，今仔日台南全国安尼百块赛的问题，咱尔啊侪，老板，这个报纸报出来，恁爱讲讲伊对，人道没有啦，人道行为救援。我讲说时间点不一样，我只讲说现在我们的良心在哪里啦？你头该想的是讲伊对了嘛？我无讲伊，啊，有对错了，没有啦，我是在其他例子家吼，是大家探讨，是很多的行政方式啦吼，
因为你的动作，底下的人都在看。我跟议员报告，我们学校有准备48000剂给学生用。那我们每天2000多人。我的学生哦，我实在是，目前学生好多都没有打疫苗。6岁以下，你知道吗？6岁、12岁以下的孩子还是很多都没有打疫苗嘛。他没有打疫苗，他如果跟议员报告接种率33%。33%嘛，啊，还有很多67%都还没有打疫苗嘛，啊，没有打疫苗，你知道他们是多么危险嘛？你就知道嘛，你说过诶，你就打疫苗，你未来都是轻症啊，他没有打疫苗呢，就危险，对嘛？啊，你搞小点，你搞超前部署，哇，你搞这，你起码很多时间办事给他听啊，因为学生要经过家长的，你起码你刚才你能办事给他听，不能强迫他打，中央办事给他听，咱台湾是政府。咱袂使放肆囡仔听嘛，没错，吼、哦，你看你，哇，那讲到你即摆很主持恁的做法，我实在是互你拍牌，你敢知？啊，恁的自己真有道理啊！较早，阮若咧选出恁的时阵，讲阮很慢，对啦，也是讲阮做唔对，吼、哦，即摆因着恁着做甲比土匪更加土匪，嘛讲阮很慢，阮即摆硬脚硬双手要反对嘛无才调的。对我现在是老百姓有知的权利公出来让老百姓知道而已、啊、我就改变你呢、对不对、我不相信啊，公道是在人心啊，我相信公理万不回啊，我不相信啊，我跟议员报我们现在学生的接种率比外县市都高好了、我请问啊、是的黄伟哲市长你哪年龄啊就代表什么65岁台湾是65岁老人健保以外，叫适当点的。没，没是安那？你讲我们逐年增加对65岁以上老人。什么叫逐年呐、啊？因为要、什么叫逐年呐、啊？因为我有财、什么叫逐年呐、啊？我跟你讲，台南市的负债，6多来年也不负债啦，经济嘛是上歹啦，税金嘛无啦，比人较少啦。咱要求的是什么？要求是公平对待尔。台南市不是沙地不平的。是其他五都，没错，其他五都65岁，本来是比应该不应该是起付，不应该是三，起付买单的，啊，咱台南市都是个人买单的，跟议员报告，其他县市也有条件啊，只是我条件不一样。我跟你讲，条件如果排入的话，我不反对。哦，65岁有退休啊，经济不错，可是伊无给收入啊，你应该加放宽一点，对不对？哦。你看一下，我起码加，你起码今年也是要选举年嘛，啊，你起码借这个机会，你买单给李总承诺者，你别安那做，你借时间交有者，因为大家以往嘛拢会关心这件嘛，你买单做这个。不分党派的议员都总咨询都会关注到这个案件。我来，你起码讲一下嘛，未来65岁以上的这老人，你如果你未来若出这个面，我谢龙介议员要参选市长，那已经。卖物件来讲话，只爱着倒选市长。台南市65岁，有当65岁以上的全民健保，有当是少买单的。但已经讲出去啊，吼、啊，你无法度，你到时阵佫无法无才了讲。我来初步来做。你卖我讲初步，你要做甲唔做安尼尔嘛？你初步，你就甲你讲4单，你做4单，我今年1万块。一单老人到65岁，一单全年头10万块的全民健保。那我32万。你多补贴1000啊，1万块都补贴1000啊。啊，你那阵个老人讲出去呐？不是。哦。你昨天你的青年政策做得很好啊。哦，你嘛讲多了家己啊。无，我唔敢讲多了家己啦。你嘛讲你青年政策好。我一直打70分而已。你够青年。我无反对啊，真好啊！啊，这老人有恁过吗？爱过。对嘛？啊，你起码咱得承诺去啊！我有你起码爱承诺，你袂使阁讲啊！我逐年的提高，啊，逐年提高是啥物？啥物叫做逐年提高嘛？那我跟议员可以这样报告吗？就是说我们会排付来实施，好不好？你刚刚讲说排付我们没有。排付你没有意见吗？啊，没有意见。那排付就是65岁，他的整年的。整年的全民健保
拢卖三次了，拉三。你连三都破了一千个哦，你即摆讲了，我因为讲了对哦。因为做侪人拢，做侪人做议员拢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。有的人是说，那你六十岁，我都七十岁会使无？啊，无你七十岁，我都七十五岁会使无？我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，所以一步一步来做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你今仔日啦吼，你爱让台南市民认为讲，他跟其他的县市五都，跟其他的五都市待遇是一样的。我们不要求更多的待遇，彼此都不同。对不对？但你三天公平嘛，不要老是让卖火卖火，咱这六十五岁，咱这乡亲老人认为讲住伫台南市，连一点仔好面都无，要甲人比拼无材料讲。议员，你指教得很对。好，好。那个李先生，感谢了。我们北外环最后的一里路啊，去年我已经甲你问过啊。咱即摆主席的中央哦，都那个南科哦，这北外环最后的道路，这条五万多路会当衔接到咱的新生大桥，目前是在那个那个什么大桥，观海大桥嘛，观海大桥嘛。啊！你敢会当不？会当看未来咱的预算啦吼，中央预算到底你整出了哪一个当这款管动的？是，北外环一期到四期哦，大概就从起点到这个观澜桥，那这一部分呢，大概差不多有200亿，行政院已经有核定。那当初网络规划的时候呢，就是希望能够未来我们做到四座大桥，啊，所以过去。议员有一直在建议哦，是不是赶快去做这个争取？那确实我们目前，你讲规划啊，规划。我们目前哦，也用我们的先用我们的市府呢在规划。那这个经费问题呢，大概我先向中央争取。以你的专业，你认为我在多久我们这个桥才会施工啊？目前。哎，做好啦！你我不是讲做好啦，因为这条桥对阮南平足重要啦。是。未来吼，阮在上班，若要去到南科，15分就到啊。包括现在很主席的游客吼，还要疏散那个车辆的外环道路，也是很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啦。啊，所以你起码会当我直接讲来讲，看是要三档还是两档，几档才会好啦。我们希望这个从观澜桥吼到这个，到这个河尾路的终点吼，加咱希望讲吼，看每年看行政院跟咱核定未吼，因为正在规划中，啊，我们继续就在争取他的这个工程经费。明年核定还是明年定位的？核定啊，因为伊用那个有清洗板，用那个环评，啊就是这样变更。啊，那你讲完啦，伊即摆讲的这尔复杂，三档或者四档，我都来几条车档好。大概还是有一些困难的。有些困难。大概一般，像四级的话，大概都要4年到5年。啊，当然这段比较好，这段因为它不是高架，不是高架，会比较快一点。啊，但是现在规划的这个大河尾路的这个终点，那再过去的话，那个还有一段哦。我们会继续办这个规划的工作。咱努力一下啦，这条对安平的环保非常重要，吼、哦。嗯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迄、那个局长，迄、那个公局长，啊，甲市长哦，你会记得咱前几天有去摘菜嘛？没有，使用别离无。你出席有一寡妈妈吼，带囡仔吼，去遐玩耍，去遐佚佗吼，滑溜梯吼。迄你是有够热，你敢知？你建议讲吼，咱咪当用一个遮阳的网，遮阳网。那遮阳网，你看，所以伊的管都真悬啦。本来咧上悬的时候达到8米，啊，所以爱去看管这方面就看。啊，其实这个材料我们当初就有注意到哦，迄是铁啊，哦，你若铁啊，一定是重，会疼人哦，迄是用 FRP 的。所以已经有较白了，对啦，较中国啦。迄个日头炎吼，迄只要超过3分钟就落。
啊，有啊，那个叫联合国吗？啊，两波，第一波呢，该管晚上案的问题，因为案有牵涉到治安。对。那第二部分来牵涉到这个比较低的地方嘛，像那到矿业所在，他给所在想办法用一个遮阴的部分来想办法。好啦，所以因为国文出给别人，因为一寡年轻的妈妈吼，把她的小朋友给，啊，我先待不住了，哦，啊那个。等会保温啦吼，我是甲建议要四点吼，伊都我伫到我旁边，啊遐若有些灯光吼，咱个一寡遐个，你带囡仔去躲，暗时啊吼，把它安全啦。是是，这金壳功能大概有34%的这个警官灯啊，啊，但遐游戏场面煞更可怕，啊，就等于咧讲，阮已经保两支啊。也投射灯，投射灯光都看不见，也游戏场不见。啊，那个啊，发射灯在顶上两支。啊，你前头啊，那个那是两支啊，增加两都无够，你嘛是该去增加。是。一个这么好的风，那评价评分很高诶。大家马龙公在市场得证，在大家华华在市场啊，所以你既然一个这么好的风，你要家己的设备全要做好啊。哦，我、啊、这个咱头你讲讲遮阳灯，就是等于。这种情况变哪子？今天较低速的应该较无问题，啊，上关的煞是特别高。上关的迄个人起来嘛比较有劲啊，你听我说。上关那上关的，他迄个卖较悬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哎、欸，这个要你讲的对啦，但是我们要考量安全，因为如果到时候台风或什么会太高的话，啊、不要太高嘛，就是有去遐的，你给撑起来，迄、迄搭、迄个中央哦。就是露天的那个的，它等于溜完滑梯之后，它可以下来遮阴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对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怎么样？来，现在的那个市长，这是86桥下，这里戏当前哈、哦，之前哈、哦，我阿伯清楚的时阵，阿伯翻脸的时阵，规暗蒙纱，而且我当的时哈、哦，拜托许淑华立委。透过许淑华立委去中央吼，你说许淑华，南投那个许淑华，哎，对对对，你跟他讲，他也认识我，那个是，哦，对啊，啊，我拜托你吼，联络第五公务总局啦，啊，所以这，他家伊啊，即摆六个吼，拢是我欢迎，啊，遐个主播吼，做感谢，做感谢，那个交通局长，交通局长，有掉，有掉，有掉，嘛，起掉，起掉，起掉，嘛，有掉，有掉，起掉。交通局长给他去做安尼吼，你会加分，你敢知道？你看规个这钱拢在党是怎开的？啊，这个是爱地方公路总局允许，他会当做。啊，所以主播吼，做感谢局长，啊，局长人伊厉害嘛，我讲这感谢市长。主播，感谢你啦，伊感谢你。就是许淑华找公路总局同意我们在那边设置，对，啊，费用是我们来出。对，啊，所以。人咧感谢局长，局长讲无，爱感谢市长。啊，规个遐厝吼，唔啊只我讲，今仔日我走一巡啦，透过我吼，祝贺我透过我，我甲你市长感谢。啊，祝贺嘛，感谢许淑华立委。哎，对对对，所以我甲你感谢一下，吼、哦。啊，未来啊吼，啊，佫有足侪个，局长你啥子？市长，现在我做了六个。那六个空位，啊后边足侪个，啊去年吼，我就甲你反映，遐个空间吼，遐足侪个遐个空间吼，叫你做体育设施，你要大一点。做得很好啊，像做成这样，这个是外县市的，但是这个外县市的，我们做起来应该也是。对，啊你去年嘛我大一点，是，啊我昨日即摆无动，啊我即摆就是借这个机会，要甲你请教啊。是，那这是咱。但有咩得做？安尼我甲你讲一下好无？我讲一个骑乘啦，卖讲遥遥无期。好、嗯、哦。那个骑乘现在已经是五月了，那下一次的定期大会应该是七月多。嗯。在下一次的定期大会开始前，我们有个设计的草案跟你报告，好不好？哦。安尼我甲代表等于甲你讲一下。这样就很具体，就是说在下一次的定期大会开始前。好、哦，您要总咨询嘛？哎，对，那我们就把那个设计草案，我们要怎么做，怎么做，怎么做？好、哦，至少有书面的、啊。好了，这应该是教育局你要处理。第一次，这是应该是教育局。我刚刚马上把它拍下来。对啊，这你赶紧那个用心嘛，市长搞大个啊，
这应该是教育局提出的。对，反正要成那个提出。好，谢谢哈，去掉。下个会期的哈，来，下次定期大会总咨询，你要咨询，我一定给你书面的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啊，明年一公体，这年纪公体有520号，你敢来这主播吼？我话你水深火热，火热是从你刚才。遐内底过吼，这个我也没有侦测，我有从那边经过，我发现里面真的。你刚才遐处海沙屋，它的严重性已经非常严重了。这当时是大兴的在生的时阵，我而且厝遐你看要破的，要求一边有算，你讲未使边有算，我要去中央争取300万的预算，重新鉴定，确定是海沙屋，中央才拨3亿4500万出来，对不对，局长？是不是安尼？是迄、那个，我有争取，那中央里位大概也有帮忙啦。好，里位，当时国民党的年代啦。马英九的年代啦，你起码要讲对李伟啦，李伟是后来才关心的啦。对啊，迄、那个。当真是啦，好啦，要紧啦，我起码就是要讲起码的代志啦。你先哪坐一下，我吼，你这块大我刚看的啦，我放互你听看嘛，因为当真是大清朝的年代，伊讲过啦，来。所以咧，我而且我甲大家做一个动画，即就算是就是未来用的，吼、哦，甲咱市政府会寻求几种的措施，吼、哦，几种的措施。第一项咧，就是讲寻求都更啦，吼、哦，做都更来增加容积率，哦，争取都更容积奖励。第二咧，就是用高氯离子建筑物容积奖励。第三项咧。把烟雨最佳都市更新事业计划方案，哦，这是多发奖的总奖，来台多发奖，掌声鼓励。咱用这方式来达到哦三个目标，哦三个目标，第一就是一户换一户啦，一平换一平啦。第三呢，朝向零出资起，零出资。我们出去这个目标来打的，阿廖哥。啊！反走过必留下痕迹的，这东西是偌清的，伊担任台南市的市长的承诺嘛。哦，列表，现在台湾人跟咱话话呢，林书枝哦，一方话一方，一边话一边。那么，咱台南市政府哦。官员吼，尤其吼，咱都发局的科长杨科长，不想有作为，嘛无想要做代志。当时我就建议说要公办，所有的不够的，因为中央拨3亿7500万嘛，如果若无够的，咱增加容积嘛，那如果无够的，咱党支部出资一下嘛，嘛合理呀、啊。对不对？结果你的课掉，你的问题打课掉，他就是不要，他就是不要公办，不公办，即马甲这个案弹出来，你叫一个中国建军，我跟你讲，你刚才唔对的设计，唔对创我现金，是非贪污严重啊！你甲中国建军签约。对不对？哦，有人签了有没有罚则？有人签了有无限期的无？有人签了有无？无风险的。你要讲，你要主办的，你还袂超过75%的，你搁咧共领钱，搁咧领住户的3亿7500万的钱，这敢合理？有咧签的。那无风险嘞！你当时怎会甲民间的厂商签约？你马哥唔敢讲无风险，他们完全没有风险，也没有罚则，也没有期限。我进前杂志当前，中国建军有一特调盖销的已经处理了，我们设计的服务处马博，到现在还没有。好、哦，那再来，所有的
即摆现主席，包括我来甲你问，我来甲你问讲，啊，中国欠钱安那？你可准备关切？就对了，你到底要关切多久？你到底要关切多久啊？即个祝福，大家拢期待咱台湾是啥物概念嘞？哦，四当啊嘞，东车西，甲即个祝福讲，我们要出资50万，甚至到100万。即卖讲偌济，敢知出估280万啦？你敢知这组合，这组合有出安尼个台款嘞？你敢知这年纪国家有够这组合老钱，大家都播出来嘞？你够苦民所苦？你们心中有老百姓吗？心中有市民吗？你若今日心中有市民，你得安尼走啊？尤其你个特调，去掉，迄、那个特调还市政吗？你看迄个特调还市政吗？我们怎么来这了？这个跟卢院报告了哈。实际上，这个案啊，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去年的时阵啊，应该就是爱来招商啦，吼。啊，但是迄个银行社区这个探讨结果，是今年一月份吼正式招商啊，大概因为现在市面上啊，你用一个叫一线成本的部分，你我来讲，你叫一个，你叫一个中国建金，你叫一个中国建金，它所有的行政方面。都是在想自己那个公司，伊无咧想遐利益体啦，伊甲想讲要赚偌济，加赚偌啦。是，所以对不对啦？咱是是安尼啦。几天后，纪委会马上通过一个都跟条件的条款啊，来协助社区啊，来取得相关的这个重建工作。你先站起来，你增加容积率，我真的来跟我听啊，起掉，各位城中城啦，回收，回收了后，伊就用跨区区段征收。公办的承担来解决所有的事情呐、啊，多勇气哦！只要多勇气也赛，咱台南市也赛。而且咱台南市离伊国体硬体，这海沙是进不去的嘞。是不是咱台南市政府若要盖一个更高的理由？你敢知人离伊国体乡亲吼，看到城中城安尼，人多勇气政府就是盖的。大家讲，虽然大台湾市，但是先袂当安尼对待啦。市长，你个怎互你回答？你使无？我感觉讲市府应该爱改，一定爱改变啦。袂使放肆咱体育的，好运是因为即几冬的无啥物大地动的。今仔日若是地动嘛，第四人吼，有人失落吼，大家拢爱负责任啦。尤其你的快掉，是这个跟卢院报告了。尤其你的快掉，这个物件哈，大概原则上，如果说最近哈、哦、那个容积提升之后，啊，甲不来对针对这个方案，原则上是可行的，大概要哦变，来进行招商。取掉，高雄城东城，城东城是民间企业处，分析完，高雄市政府个概念，个业务上概念落去帮忙。伊会当起建120亿就拆掉建起安尼，你看咱几冬啊，咱几冬啊，遐住户啊，搁伫遐了了看嘞。你今仔你无住伫遐啦，你今仔老住伫遐就袂安尼啊。姐，这个这件事情大家都感同身受了。卖感同身受，你卖划错划遐啦。当官的好修行啊，你今仔你的坏掉，因为不作为，不想做，所以今仔你。他家己都可以放安嘞。我即摆要要求吼，要求咱想要来公办。无我若平常甲你问我讲，咱的即个中国建军，你爱要我要求你去来去来问时，你又搁要关切，所以我常常跟我讲，你到底要关切多久？哦，跟你讲，你顶上个月。你增加容积率嘛，吼？是，哎，增加容积率，我赞成，我赞成啦。我嘛希望讲吼，一家提高到，哦，你那是保障吼，是秋收的获利，你这分明是保障秋收获利啊。啊，所以指标，哪个提高一家提高到，提高到，哦，该有你先我来做，算提高。而且本身伫遮要求要启动自奋，都跟退场机制，用公办的，
我都去了，我甲你讲去了，你即马搁有十几个人当要选举哦，你即马我要求你按启动那个自办公跟退场机制哦，那启动要有公办的介入，还台湾市这市民哦感受，尤其是伊国家感受咱市长听，安尼有法度无？是的，因为今嘛，你也公开重新改换这个公办的话，原则上所有流程都要从头开始。从头开始外购衔接嘛，这样来的啦。啊，能能这样，能这样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你如果若是台湾市政府若是接手了，遐二级国计足紧就会当来配合市政府啊。今嘛目前，今嘛目前的进度原则上已经可以进行到第二阶段第二次的招募阶段。我跟你讲，你若是讲赶快到时间来提，你拢唔接起来，肯定遐少。我甲你讲，遐厝哦，若今仔日当前是四年前啦，即摆公办诶人，即摆有可能要带新厝，有可能要带新厝啊！结果你无爱，你都无爱。啊，这个都跟原则上所有权人都是226户的地主啦，起进户国划对给李丁管啦，所有都跟案的这个决策啊，还是要回到社区。我感觉你实在是这么良心诶，你看看。那市政府针对这个人这么良心诶，一直都在四年前如果是。那些国产的住户已经盖了新的房子，现在住了，因为你不作为，不想做，啊，所以他改当了自办，啊，自办跟叫些中国建青，比空调较大声，那甲恁讲，恁都免关切关心，结果到今仔日还没有交代，恁国公他的进度，如果乃是我说一个要启动自办的那个退场机制，所有的。进行之前，中国建青所做的交接，要交到华安公办的，华安公办的业务啦吼。或者，而且民众对咱市政府嘛较有信心，咱台湾市政府太贵了呀，嘛较理由。市长，我讲了有理无？有理啊吼，啊你们要求要做无？我来有啊，报告。即摆出两条路嘛，第一条路是即摆是行到一半，啊无外过咱行到中间。第二条路是转来，好啦，我再来开始。我即摆讲嘛，本身要求启动示范都跟退场机制嘛，就甲现在中国建青所做的做一个交接嘛，啊咱接来公办嘛，啊来公办了，我相信二级国体即间台湾市政府来跟公办的，就大家拢做有信心嘛。要同意，我看八到啥，一个就是同意啊啦。我是，虽然是公办，大家嘛同意。对嘛？啊，但是就是讲，即卖面临整个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，我们现在去了解可不可行？我要求伫十一月二甲进前，我已经交接了。我已经，你若像高雄人安尼，一间大楼，一间大楼，迄县啊政府就盖你，家己厝盖你，边间位盖你落。但迄高雄市的民众，你看大家有安全感？你讲得正对啦，我但你要看迄个维冠大楼2206，咱只要符合伊，伊嘛是才建即款大楼起好。好啦，对啊，维冠大楼嘛是同款啊，你嘛上班啊，我大楼嘛上班啊，啊你这个，你若这个出来，你个业务足济嘛，市长你听有无啦？伊个扩掉啦，扩掉换条叫房来住啦。这里如果不是的，原则上我是希望这个案子可以继续往前走了。我是按照这个方式的，好，因为基本上那里，这段时间来电，我同步做两件事情啊。第一个，现在卢议员跟我问看看研究一下公办通根速度会不会这个比较快啊。第二个，自办通根的部分，原则上我们还是继续往前推，好，是不是可以找到适当的厂商？我跟你说，好，如果可以，我们就赶快来拆除，好。我甲你讲，自办都跟已经无法度继续落去啊。用公办的接手，三个月都还是出来当一点。用台市政府来做协调来处理，赶紧的，拜托起来，哦，拜托起来。我们双轨作业，好，一定会同意啊。哦，你要谁？领导会，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，对不对？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，啊，你的功能是对，但你的功能对于政府施政的计划追踪、管制、考核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没错。好，没错，请坐。
迄落咱伊是我管理，有第三个风险的中位啊，它的风险嘛，将近三十公顷，何时能够完成？那研发大概预计是113。113啊，就是明年嘛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没那么快，我查错了。没有，113就明年嘛。对不起，我查一下。明年是112，今年是11嘛。一啊，然后年嘛，最后年，对不对啊？你不知道当时哦，这个这么重要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查，我查过高速议员了，尤其是13，但是。啊，没有关系，你查完再跟我讲，没有关系啊，你请坐。那个，干部阁长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，它这是它的规范。当非工程专业机关办理工程采购，却发现缺乏工程专业知识或工程专业能力，一个让他保持的专业管理，他的专业管理简称 PCN。我们刚刚这里专业的嘛，吼，是不是安尼？一些大工程工程都有 PCN， 那无啦。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它的规范里面是不是也这么样写的？确实有 BCM， 确实我知道，我怎么有 BCM？ 我跟你说，可是如果没有专业人士啊，或工程专业能力的人，那个案子，所以你爱他爱包包管专业管理嘛，专业管理的简称就 BCM 嘛。对。啊，行是行政院。公共工程委员会的规范，并没错。他，采购啊，里面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规定啊？不过这个东西确实。所以我是这资料我拢查了，你即摆印未出来，我即摆跟你讲，你阁等于用心阁看一下。好，这在行政院里面公共工程委员会里面都有陈述了规范了，好，有这个样子。其中你注意听哦，我即摆是要问林考委，林考委，如果你听见，你是负责考核嘛？是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管理迄期话即块用的30公顷，好、哦，30公顷，你敢有问？你敢有去了解？你咧考核，你有去考核了？哦，是，对不对？哦，来，你是负责考核。你要做到台南市政府不需要多花钱的，得建筑用的有钢筋科无？有钢筋科无？恁搞位主委，我甲你问有钢筋科无？有钢筋科无啦？爸爸以为我们有工程科。坐下，我要问你的时候，你再站起来没关系。有钢筋科嘛？我即摆甲你问哦，我甲你讲，我甲你问，你若无法度回答。你个去问，你家己去问迄个地震局，地震局甲你回答。我即摆所有地，伫咱地震局所有员工甲你问，因为你是你要负责管控的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你要负责管制跟考核嘛。对。哦，来，咱管理以前啊，这个电话有发包出包 PCN， 7200万。你敢有注意点？你有注意点无啦？包里有，我没有处理，这是我们只是做管考。管考？是。管考对啊。管理考核嘛，我起码给你问讲，地震局它本身有工程课嘛，它为什么还可以发包 PCM 嘛？为什么嘛？你敢答？加开7200万，这会有什么人爱开？地主呢？是叫你来注意听一下啊！这有关系到你名誉呢。加开7200万，你叫地主买单了？这敢会通？如果今仔日伊若无工程钢筋科的，伊若无钢筋科的，你也是发包 PCN 合理啊？啊，你如果若发包 PCN， 你钢筋科是怎样裁测？你钢筋科你一单领？你一个月领百几万呢？
我知我即摆了解讲，以后你说说即阵的即个问题点伫对啦，就是讲一般来讲，咱做市地重划，拢是咱地政局家己来做，吼、哦。啊，即摆你讲一个起诉案例，地区的湿地重划，都爱找即个花一个7200万的这个 PCM 专案管理，跟其他的湿地重划不一样。我跟你讲，我即摆是因为吼。管理迄时啊，是我学府内底，我特别关心其他区、其他的重案嘛有足侪，迄拢是不对的，那都是错误的。因为管理跟起诉的地主跟我是直接的关系，我把它提出来啊。我即马因为咱台湾是进入受灾局势，这是拢是研讨会的管控的啊，考核的、啊，所以我建起来问啊。难道伊今仔日若无咧考核，没有管控，连研讨会嘛爱裁撤啊？是安那讲较早合还没合并之前，咱重划靠咧专业管理，有需要吗？行政嘛已经甲咱告知啊，没有专业人员，我们才发包批线呐。啊，你跟哪个做工程的？都要经过。像工程会，它本身有专案人员，好、哦，他就。不用再发包 PCM， 他没有专业人在发包 PCM， 对嘛？啊，所以地震局他本身有专业的工程，对嘛？他有专业人员嘛？他有专业人员嘛？他就不需要专业管控嘛？这法律的因果关系有没有？对嘛？啊，所以你是研讨会嘛？你是在考核嘛？可以啊，我们考核。啊，我立马变很快嘛？至少你要去问一下你地震局的工程科，是不是你的专业不足？是不是你的专业不足？可是你的专业不足，你跟我们家专业加急呢？啊，还有工程奖金，哎，他有什么资格人家工程奖金嘛？你想说我包了你啊？你跟我做工程啊？有听你讲发着？你跟我收着工程奖金？委员报告哈，这个在工程会里面，我跟你问，你回答完就好了。在工程会里面哈，这个就是因为专业的能力不足或人力不足的时候，业务性的工程。你有收到工程的奖金无啦？这个是全局一起来运用的。哼，就是嘛。啊，你搁就资料，你搁叫去公司去查一下，看这些 PCM 的厂商吼，去年甲咱买偌济方案，买偌济规矩，啊有咧交代咱地震局的下一关无？那个郑峰处，你阿陈先生，郑峰处，是，你调查一下。是，调查一下 PCM 跟他们的关系怎么样啊？哦，有没有平常有没有受招待啊？我好厉害，因为这观感出卖，你敢知？你贴民众的钱啊！一个电话，你叫民众开7000几万，你叫民众开7000几万，你做你家己去做老大，啊，这损害，名声是你市长的。我咧讲安尼，你敢听？遮今仔日讲遮吼，话足侪你都唔知影的啊！啊，你若互你知影，你未来你知影，你要来要求啊？那是因为你头先讲的，我来再重述一遍给你听过了，对嘛？啊，所以未来像这那个你搞会吼，你也是做了解的。我们台南是目前呐、啊，有专业人、专业科室、专业工程科这一类的。那他们又发包了 PCM， 你也自己在主聊，得跟我吧。啊，我先要跟你讲，过去是违规哦，过去是违规哦。我给他改新，有工程科的项目的，未来你再发包 PCM 就是违法。哦，你要讲，你要专业管理。你敢去报告？你敢会报告？没错。你敢会报告？你敢会？我起码得先做代志，我拢甲你问。你听，你是负责要管控吗？考核，不是吗？我们是管控跟考核，可是我们其实我们管控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管控，比如说我们把分的清。啊，我甲你讲出你刚才讲，你双方都比较有问题，那其中的点其实有很多小的细项必须要执行的，那不在我们的管控范围，不在你的管控，就是一个专业的。你不在管他多发包，因电话多发包出来的费用，
不在你管控，我们在做啥？我们管控。请问你在做啥？你一当，一当，你的，你们的局势，一当台里面玩的，不是在管控，不在上面。我们研讨会只有五千，对不对？得住我，得住需要的，希望的，就是分外的好的。涉及到不人道的部分，你看你这么给拍钱，你不考核，你现在你国光一直不考核吗？我们是一定会考核，我们会考核工程的进度。可是其实这 BCM 里面涉及的专业程度非常的多，所以一直到我们其中的为什么？为什么过去的重工不用，现在要？几句话告诉你我，不是你讲的，他再怎么行的，你敢告诉他我？告诉他我，我们就要查这一点。啊，我跟你讲过了，过去不用，那行政院也已经告知这样子了，我们不用多花民众的钱了、啊、现在中文给他七千几万，这些钱都要民众买单了、啊、地主哦，一地主哦，他所关心的工，他土地分到分多少土地了，不甘愿可你真的发表 PCA 地主我要给负担了，减分土地了，这样你听了吗？你懂不懂啊？啊，所以我现在跟你说，要合法性啊，要合理性啊。啊，不，你讲你叫买，来不是拢叫在买吗？你买了解一下啊。这对你方面是做啊，这完全民众完全无得接受啊。啊，看偌济案啊，你去考核一下。